家已經個月完成規劃，而且規模可能較原本計劃更加大，包括進一步削減成本、研究花費同埋出售更多非核心業務。除了早前據報已經邀請潛在買家入標嘅法國地產銀行，仲有美國業務，包括東岸地區嘅城市銀行同交易部門。咁雖然仍然喺初期討論階段，但係消息形容匯控嘅機遇係喺中國。截至舊年年底，美國業務純利跌39%，股本回報率只有1.5%，遠低過亞洲嘅12.8%。巴菲特仍然認同匯控應該剝離美國，就係確保可以由亞洲或者其他地方服務美國。